什么在这里？去曼谷啊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们今天不约而同要去曼谷了。超没默契。嗨，我是不中用的笑脸，做得好累。我们点了打泡猪饭，没有番茄，打泡猪饭。上次是谁说凉面还是谁说有番茄的打泡猪饭就是死罪？这个没有哦。然后这是我们点的 coconut juice， 点的 coconut juice 又来了 coca cola， 在这里比手画脚了很久，最后我妥协了，我喝。下面是海瓜子意大利面，它口味都很重，对，口味重有辣油九层塔，这有80分。又酸又辣，来吃吃看生腌蟹的青木瓜沙拉，不是好辣。很鲜欸，等一下吃完过两个小时我再告诉你我也忘了什么。兄弟呀，这是去加了他少不多的，你也去呗，杨毅打开他来。Cheers。海鲜和花枝，海鲜和那个花枝，还有豆芽。妹妹可以了。我们今天来到 Flow Llama Young Floating Market， 尽力了，微面来，走吧，看看。我们第一次做，有点烧酒吧。当然是假的、啊。在外面。酸辣，对，酸辣口味。这是朋友介绍必吃的小点心，所以刚才看到就马上点了。一个35块。我们进来一家泰国当地的小餐馆，还蛮。酒单明亮的泰式沙拉，他们当然建议的当地人喜欢的沙拉，然后还有烤鸡，就看起来跟台湾差不多。绿咖喱，因为在河边比较偏远，交通不是很方便，所以如果要坐船的话，他们有这个嘟嘟车可以带客人去码头。然后我们现在其实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，想说就先去码头坐坐船再说，就是随性的行程啊。非常随性，到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
其实每个人的旅行风格很不一样啦，有人是喜欢就是按表操课很精实，然后我们就是走到哪看到哪就是随性，抓一些大行程想去，然后其他就是自由发展、自由发挥。有时候遇到天兵太太也只能这样。想什么？明明行程都有在排，我半夜都没在睡觉，都在看行程，你有好意思讲这种话来？每个人的兴趣跟那个专业不一样，有没有点良心、啊？我的专业就是扛行李的，你的专业就是排行程的。嗯，这几天旅行我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大家都在讲英文，但是那一天住那个天堂饭店呢，讲话不要在我边吼，小声一点。住那个天堂饭店呢，就我只听得懂他的四成英文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爸爸其实是一个英文也还不错的人，但是为什么我只听得懂四成呢？其实是因为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口音，然后每个人的英语程度当然也不太一样，所以其实那天我听大概也是可能六七成，因为其实有一些我也太有点听不太懂他们在讲什么。那其实就跟学英文的概念一样嘛，就是抓关键字，然后再抓几个关键字，大家去猜一下大家在讲什么。然后因为你有大概有之前的经验，那我们说的先辈知识，你有之前的经验，然后你就大概知道哦，现在他可能就是要处理房号啊，处理这些饭店的设施啊等等。那如果真的也没有先辈知识，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嘛，只有这一点点的关键字，怎么办？就请他写下来。要写可以，或者是我可能会再确认，就是我会用我理解的，然后再重新复述，问对方说哦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这其实也跟我们学英文的概念是一样的啦，就是你把你能理解的然后转换成你自己语言，然后再询问一次。那当然如果就是现在英语程度还不是很好又想要旅游的人，其实很方便，手机拿出来然后打开 GPT， 我觉得 GPT 是最好用的，然后你把你想要打的想要表达的中文打上去，然后后面加个翻译成泰文，它就可以非常直接了当的理解你要干嘛。但当然身为一个英文老师还是希望大家好好学英文。Beef noodles， 这个是纯牛肉汤。这一碗一百块是很过分，泰国的物价哎，然后这一碗一百块，所以它真的是网红名店，已经被炒高价格。那你看它虽然还有点红色，但是吃起来是酸很差，跟台南的牛肉汤完全没办法比。对啊，这就是 floating market， 它就是这样子的。刚才这样一路坐 carry 过来，那看到曼谷整个就是沿着河岸，有一些古老的景点，这种很现代化的百货公司，然后还有一些 hotel。我觉得他们在观光景点这一块真的规划的蛮好的，可以聚集很多外国人，这一点是我这几天在泰国旅行比较深刻的一些想法，也强烈希望台湾政府能够好好的去规划这些事。应该没有想要吃一些东西吧。OK， 我们要吃什么？我们来吃龙虾。其实本来是想要吃泰国虾，但是泰国虾这一只300块，跟本来这一只500块，是不是吃龙虾比较划算？所以我们最后改变心意，决定吃龙虾。很甜，对不对？对，78都已经太甜了。78已经很甜了，连我是蚂蚁人都觉得78很甜。喝一杯。
冰的50块，蛮大杯的，好喝，推荐。那我们就带着他来去下一站吧 ，Go。